我听一下，只有前面第一位有声音，两位了，三位了，五位了，200万位了，太好了！好，掌声不用停，我们欢迎我们的甜心女神林黛。哇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黛。哎，好多人哦，吓到我！真的，大家今天都是为了你们而来的。真的假的？我100年没有进场了。展场对不对？很久没有进来。听说林黛最近也蛮忙碌的，蛮忙的。除了在球场以外，对，大家应该现场没有应该对你都不陌生，而且你还带一票人来，是不是？对啊，你看，这就是我的小女神们，大女神带着小女神来了。好，那林黛这边是不是先跟我们现场的朋友先 say 个 hello 一下 ？Hello， 大家好。有些人很早就到了，对不对？对，他们在那边站很久了，辛苦了，好不好？辛苦了。今天站很久的话，有没有福利要送给大家？有。有是吗？真的吗？我今天就送我的口气，口气，口气，口气有分很多种哎，清新还是不清新啊？送我的笑声好了。笑声就是我会送一个瓶子，然后里面会装满我的笑声。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听你的声音，就把它打开来就好了。对。那是魔性的吗？厉不厉害？好像蛮厉害的。就是。这样子好，来，那今天你刚刚说有准备一个瓶子，要装满你的笑声，对不对？没错，就是这个，很可爱吧？这个是什么？里面已经装进去了吗？没有，我现在就要立马装啊！来，一二三，等一下，还蛮好笑的，蛮好笑的，气喘上有点很好笑哦，有点洗脑，你知道吗？现在已经在我脑海里回荡着。结果今天是上错了，不是女神，是女神经病。还有人拍手，哦，谢谢你，谢谢你，还穿那个球衣，很开心，看起来就知道支持哪一队的，对不对？对，没错，不错，忠实的支持者来了。好，那今天我们只有准备一罐吗？今天不止吧？不止，是不是有三罐？哦，有这么多罐哦，不是三罐吗？多一罐是不是？你是不是想要自己暗藏？啊，想要对，哎，好心机哦。对啊，那我要现场签名吗？好，来，这两罐。先给我拿一下好了。好，来，因为第一罐已经装了林黛的这个魔性笑声。好，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要怎么样获得这个魔性笑声的这个林黛瓶呢？有什么都好，比如说我爱林黛啊，林黛女神啊，或者是我们有 Tiffany 或者光光女神，你只要有留言任何的文字，好不好？我们就会随机送出呢三罐女神瓶给大家。好，最后一个。其实它原本是叫女神空气瓶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前一阵子呢有这个非常清新的古关空气嘛，对不对？对。但是大家都知道女神的空气也是非常的香，特别是口气。但是呢，今天这个林黛加码，除了有清新的口气之外呢，还加了什么进去？它的魔性笑声。哎，好的，啊，你能不能留一下？这边还有最后一瓶的。哎，还没签完呢。哎，还有一瓶，好的，好，我等一下私底下，私底下是不是？有私底下加码了。好，来，那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林黛来到现场，一定要请林黛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你也是我们这平台这个首屈一指的女神，真的，我要介绍一下她有多厉害。好，她这个 APP 呢，不止在台湾有而已，女孩还有哪里，你们知道吗？还有其他亚洲国家，有泰国，对，还有越南，没错，还有新加坡，对，然后之后也会有在日本跟韩国都会有，所以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不局限只有 PK 格斗，不是，因为我觉得男生应该可能就是台湾人也会看腻，可能以后就会慢慢心飘到韩国、日本那边去了吗？不行啊，我们要爱台湾，有没有？啊，台湾人，对对对，特别要爱你。好，那今天呢，在这边呢，也要请这个林黛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因为我们其实每一次都会有不一样主题活动，那在这次各种主题当中，你有没有在线上看好哪一位女神最有机会获得冠军呢？是我，没有啦，你啦，我吗？我觉得你感觉就很厉害，我感觉很厉害，你的口条这么好，你要身高就是我们里面最高的，我大概只有身高获胜吧，但是我如果说是我的话，有一点难度，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申请啊。那你现在赶快申请，我现在赶快申请，好像也输你哎，立马申请，但是大家赶快去申请好不好？因为你们可以赶快加入我的邀请。1778857
我跟你讲，你输入错了，你就找不到零蛋了，好不好？再跟大家分享一次，1778857，啊，要记好了，很多七，有八也有五，也有一。哦，对，也有一，各种1778857，好不好？大家趁这个时间可以搜寻一下。等一下呢，这个上面如果看到零蛋呢，就赶快把它留下来，好不好？留到呢最后一刻。好，好 ，OK。好，那今天呢，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零蛋呢来到现场，好吧？趁这个机会，趁这个时间呢，我们要再次呢邀请我们的创办人六位，在我们这一次呢电玩展期间都会一直在摊位陪伴大家的六位甜心。好，来，那各位，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媒体朋友好不好？好，媒体朋友稍稍举个手，我们先看一下正前方，3、2、1。好，那在我们左手边的有我们媒体朋友，来，我们动态摄影来看一下，都有看到他身上挂着媒体证哦。这个镜头过来的话呢，记得放电，电死我们镜头前面的所有的朋友。好，那也请大家记得一定要来下载呢我们 Vivi 的 APP 了。好，来，右手边这边有没有要拍照的？我这边的朋友有吗？没有的话呢，就为 Vivi 甜心。好，那麦克风我们帮你拿一下好了，好不好？好，来，我们工作人员来帮我们一下，来，麦克风先收下来。好，今天特别呢邀请到我们的女神林淡，听说你还有勾勾呢，在我们的舞台活动区哦。那现在呢，三位在我们的舞台上，那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捕捉一下三位的画面。那也邀请了我们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等一下呢，在我们活动结束之后，我们有为大家准备了媒体资料袋，稍后呢，请各位来跟我们工作人员来索取，因为里面呢有准备了我们女神好礼要来赠送给大家，以及呢 VR Life 所提供的免费 VR 券。要赠送给我们现场来参与的媒体朋友。好，来，我们统一画面看一下正前方，3、2、1。好，来看一下左手边，各位女生左手边。好，有人左右不分哦。好了，看一下正前方，3、2、1。OK， 好，女生们看一下右手边。休息一下，喝口水。好，那我们请听众们跟工作一样，再看一下正前方。好，来看一下左手边，好，还有右手边。 OK， 我们再给大家最后十秒钟的时间来捕捉画面咯。好，如果说呢需要眼神的话，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的女神呢就会看到你的镜头了。那同时呢也再次邀请现场来到电玩展的朋友都可以来下载我们亚洲全新的社交平台 Vivi。 下载完之后呢，我们今天在开会呢有双，感谢您的观看，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掌握最新影片动态，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 Thanks for watching.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